各位同学，我现在呢已经拿到这本书，要赶快给你们看这本书有多漂亮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请看一下它是有一个书壳，然后请看它是有正面、反面，有没有？这是它的反面，然后这个是书壳哦，所以我们要先把书从书壳拿出来，呼呼呼呼呼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超精美的！哇，这是我看过啊，就是在我书架上面最漂亮最漂亮的书，你打开之后你会很惊奇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是什么？金色的，哇塞，哇，还会闪人的，超漂亮的，这是真的是印金书等级。然后啊，你打开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对，我们来打开它，就是呢，打开。哦，原来它是有一个漂亮的书衣，你可以把书衣拿开，然后呢，书衣拿开你会发现什么？哇，这个呢，亮闪闪的这个呢，是啊，这个阿弥陀佛心咒的咒轮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书名 Sukhavati Atlas， 然后呢，反过来它的背面呢是，这是梵语，那么。阿弥达帕亚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梵语，它是有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赶快来看一下这么漂亮的书。哇塞，金光闪闪，实在太惊人了。然后你看，再加上刚刚那个这么漂亮的书壳，书壳，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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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惊人吧？超漂亮的，你看漂亮的书壳，然后让。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烫金，哇塞！光看到这个就已经啊，跪下，没有，实在是太漂亮，太漂亮，太美，太美。然后我们打开来看它，哦，这质感也太好了吧！对，有没有这个纸？然后里面的印刷。哇，我的妈呀！哇，这印刷之精美的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简直就是一个艺廊在哇！你看多么的细致，哇，这本书实在太酷炫了。好，所以帮你快翻了啊！哇，全版哎，哇塞，你看全版哎。好，第二章，还有一二三四五六章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看他衣服上的纹路细的 ，Oh my god！ 这印刷，而且这个纸质啊，超好，很不容易折到的纸质。这个听说这个纸啊，是人家那种艺术图书那种一本一万多块艺术图书专门在用的，所以你不要特别去折它，你基本上很难折到它。它的纸质非常的好。它纸质非常的好，又厚，然后又，你看它又连一页都给你发亮了哦，哇呵呵，超酷炫。好，然后所以大家可以看，我就快帮你们翻啦。哇，这整本书太酷了。啊，这整本书是真的是啊、我的书架上可能有好几百本、上千本的书，但这一本我最满意的是它。可能是我所有最漂亮，不是可能，确认是、我书架最漂亮的一本书。然后最重要的，它已经不是书，它简直就是一个家具了，我觉得。对，所以更骄傲的是，这是我们自己印的，所以呢，开箱给大家欣赏这一本不可思议的漂亮的书。然后这本书其实有两个版本，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为什么有什么不一样，要自己张大眼睛看有什么不同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这本书开箱就到这里。那如果你是过年前要拿书的话，请快，因为现在只剩下20本了，加油！希望你过年前可以拿到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大家生眼睛第一次看过这么漂亮的包金布，我的天哪、纯刺绣，然后。这也太美了吧！等一下，我来做一下这个啊，这个
包巾布要怎么把它包上去，变成你刚刚看到的那个非常漂亮的一本，这个要去送给达赖喇嘛的一本书，要怎么包呢？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咯，拜拜。